章经来了解佛教的根本精神啊，尤其我们想了解大乘佛法的根本精神，主要是因为呢，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有很多野生佛教徒啊，这是一句玩笑的话哈啊，野生佛教徒的意思说的就是有些人自称自己是佛教徒，但是呢因为没有完整系统的学习佛教的思想和精神，虽然自认为自己是信佛的，其实他连佛教到底说了什么都没有弄清楚，因此呢我们称他叫野生佛教徒。这样的人呢有种种的表现，比如第一种表现，在我们这个民族中华民族啊，面临着一个重大的政治制度转型的啊历史关口的时候啊，有很多人啊像我们的战友们一样啊挺身而出啊，无我忘我的来为这个国家啊，来为这个民族来争取啊普世价值。那么这样的一种发心啊，在佛教上我们讲啊叫发心嘛，这种发心就是荷担着众生的苦难。我们知道在中国啊有很多的人权问题啊，中国呢也需要走向民主。我们中华民族啊作为世界上的三大啊古老文明的传承啊，传承到现在呢，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啊！不管我们怎么评价这个文明，它传到了现在，它很了不起，很了不起啊！就是从寿命上来说，它都是很了不起的。因为我们知道，现在还在世界上传承的文明啊，古老文明呢，一支是中华文明，一支呢就是当前现在。啊，因为我是生活在加拿大的嘛，啊，我们知道这是西方的文明啊，就是现在的主流文明，讲理性啊，有信仰，讲契约的。还有一支呢就是传承到现在的叫印度文明，这是世界上三大古老文明啊，还传承到现在的。中华文明呢传承到能传承到现在啊，当然是有它的了不起的地方，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啊，全世界啊，民主国家，民主国家走向民主的国家啊，100多个，而我们目前啊，有10几亿人口的啊，中华文明还没有走向民主，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啊，值得我们去深思和思考的一个重大的一个话题。我们在评判文明的时候可以有多个角度啊，可以有非常多的角度，但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角度就是为什么我们中华文明这个思想体系里边啊，这个文化里边就缺少法治精神。我们有法家，但是我们没有法治啊，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另外呢，就是我们中华文明里面到底有没有信仰这个问题，有没有信仰啊，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一个重大的话题。那么在这个历史的关口，在我们现在啊，中华文明走向现代化，同时呢也是从独裁专制啊，从几千年的这样的一个专制的制度走向现在的人类的普世价值，我们叫做民主嘛，啊，走向民主，走向法治，在这个历史的关口里面，我们喜马拉雅的各位战友挺身而出，站出来了，啊，这在佛教上讲呢，就是荷担着众生的苦难，啊，因为中国人也是人嘛，啊，那么多苦难的中国人，不是他们吃不饱穿不暖，是不是啊？吃饭问题呢是解决了。但是没有政治上的自由，没有言论自由，没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啊，所以我们挺身而出，挺身而出的这种行为
在佛教讲的啊，就叫发了世俗地的菩提心啊，我们担当的众生的苦难。那么众生的苦难中没有实现民主肯定是苦难之一啊。那么为什么我要给各位喜马拉雅的战友来讲一讲佛教呢？是因为在人生的种种苦难之中，就是我们生活的啊，我们现在各位战友可能生活在不同的民主国家，是不是啊？啊，我们为中国的老百姓的民主在争取，在发声啊，在挺身而出。那么我们可以看一看我们身边的啊，我们身边的他们已经实现了民主啊，有了基本的自由的啊，人的几大自由嘛，是吧？有言论自由啊，有集会自由，有宗教信仰的自由的人，是不是完完全全的就解决了人生的苦难问题？比如我们可以说，有没有解决佛教要讨论的一个重大的话题，就是如何解脱生死轮回的问题啊？有没有解决生死轮回的问题？所以即使是在政治制度上实现了民主的这些地方，我们人类啊，我们还要面对着根本的苦。这就是在印度文明里面啊所讨论的一个特定的一个话题，也是佛教的一个入门的话题啊。这是野生佛教徒所不关心不关注的啊。野生佛教徒所关注的呢，比如说是把佛当作神一样的去崇拜啊，到庙里面捐上5毛钱啊，捐上5块钱，捐上50块钱啊。那么那些贪官污吏呢，可能捐的钱更多，他要的是什么？他要的是保佑自己，保佑他的家庭，保佑他的家族，是不是啊？他捐钱的目的是祈福。佛教呢不反对祈福，但是佛教的真正的精神不是祈福，不是说向佛做生意啊，给佛拿了10块钱啊，想投资10块钱之后得到一个巨大的回报。佛法所要解决的问题是解脱生死轮回的问题。哦，那么问题就来了，生死什么时候成为问题了啊？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来讨论一下，在不同的文明体系下啊，在不同的文明之下，在我们人类对待生死这个事情啊，有什么样的不同的看法。这样呢，我们才好进一步的来梳理一下佛教啊所要讨论的啊到底是个什么事儿啊，我们可以避免自己成为野生佛教徒。那么对待生死的看法呢，在人类历史上，在我们过去的有文字记载以来的通过考古挖掘也好，或者我们总结也好呢，大概呢是有总的来说是有三种大的类型啊，我们都见到过啊。我下面呢就要首先从这个话题切入一下。如果这个话题我们没有弄清楚的话，我们就不知道佛教这样的一个宗教它到底和其他的，比如说在西方主流文明这个里边呢，我们知道现在基督教天主教我们知道这是人家的这个宗教信仰，它和佛教之间有什么区别经常有朋友会用西方的民主制度，用西方的宗教信仰去批评其他的文明首先我要表达一个态度，西方的文明，特别是西方的政治文明，是我们目前人类所找到的最不坏的政治制度这是毫无疑问的，这是主流文明。而科学特别是技术提供给我们人类巨大的物质财富这也是毫无疑问的，这没有什么好争论的，对吧？但是作为文明上来说呢，我们首先特别是我个人，我是在文化上我是讲多元文化的，我们一定要知道不同文明是各自走过了不同的路径他们思考的问题有的时候都不一样。如果我们搞不清楚这一类话题的话呢我们一定会好的结果就是导致文明的冲突我们都认为自己心中有真理。举个例子来说目前世界上的
宗教冲突，宗教的冲突主要是发生在基督教伊斯兰教之间，这是我们关上门可以这么说哈，实际上在西方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后现代主义的问题，其中一大问题，一个是面对共产主义集权，另外一个呢就是面临着伊斯兰的问题。其实他们都属于亚伯拉罕这个异神教传统，严格说他们其实信的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他们信的是一个上帝。可是为什么打成这样呢？是因为我们都只认为我们心中的那个神那个上帝才是唯一的真神。因此呢，在异神教传统里边异神教传统走到现代，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一定要做一件事情，就是现代化转型。而伊斯兰教呢是没有做现代化转型的。其实这件事情我们都可以展开单独拿一个讲座来讲比如基督教的现代化转型就是我们人人是在法律面前平等，我们不是在上帝面前平等。你作为信仰上帝的，你可以说上帝面前是平等的，但是对于一个信仰上帝的人来说，如果你不信仰上帝，你是异教徒，你是没有资格升入天堂的，无论你做了多少的慈善，做了多少的好事这是没有什么好讲的。一神教的信仰的前提就是你必须得信那一个唯一的神是真神，你不信就是异教徒，对吧？如果在一个宗教里面存在着异教徒的这样的一个观点，并且这个人要死死抓住不放，心中对这个信仰非常强烈，那么他一定具有极其强烈的排他性。所以我们知道西方文明里边有很多不堪回首的这个历史比如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是吧，都是借着上帝的名义，实际上是利益之争哈。但是为什么要借着上帝的名义来屠杀异教徒，甚至于都是信同一个上帝的，可以说是不同教派之间的异教徒，比如基督是被谁杀的，对吧比如说我们说目前这个恐怖主义分子他们为什么要打着宗教的名义，那个宗教为什么能够被他们所利用，是因为在异神教里边有一个强烈的排他性。如果我们要想解决人类的目前的文明的冲突，往好了说哈叫文明的冲突但有一些东西不是文明有一些东西不是文明比如说我们不会说纳粹是文明，对吧，我们不会说共产主义是什么文明，对吧，对吧那么人类之所以纷争斗争争吵乃至于要动胳膊动腿要打起来，一个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我们缺乏宽容。我们缺乏宽容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都以为自己眼前自己心中那个道理是唯一的真理。我们心中是唯一的真理，那么别人心中是什么？就只是谬误只是什么？只是异教徒，那必然就会带来种种的冲突。那么对于这类话题我们怎么解决？也就是如果在佛陀他老人家眼里面来看我们这个时代，有没有什么方案能够真正的解决人类的宽容问题，真正的解决我们要在承认差异的情况下，我们要谋求宽容，这样这个世界才可能真正的和平不只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长治久安的问题，是我们作为人类能够和平共处这个方案实际上释迦牟尼他老人家呢已经给出解决方案了且听我细细道来慢慢的来讲，我们一点一点的来掰开揉碎，我们来讨论这个话题。所以在我心中呢，西方文明是目前的主流文明，并且呢现在的西方的政治制度、民主制度是我们人类目前找到的最不坏的一个制度我没有完全的说民主制度就好到天上去了这一点呢在西方大家也很清楚，因为构建制度的都是人都是人，任何的政治制度是人和人是罪人之间的相互制约这个地球上是建设不出来天堂的建设不出来天堂，天堂在上帝那儿呢所以作为政治制度来讲呢，
一个民选的政府，一个民选主的政府想，对吧，很容易的就伤害选别，这事儿是比较困难的啊，不是不能啊，而是呢比较困难，仅此而已啊。那么为什么我要插入这样的一段话呢？就是因为在讲佛教的时候，因为这是一个文化啊，宗教上的一个话题啊，很多人会把这些问题搅和在一起的，搅和在一起。比如拿目前的西方文明的这个物质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的这个先进性上啊来说，佛教落后了啊。其实你没有弄清楚宗教话题和我们现在讲的人类的现实生存上的创造物质财富这个话题呢，是两个类型的话题。我们一定要如实的进行宗教，进行文化上的比较。所以第一件事呢，我们就要弄清楚不同的文明体系，不同的思想，它看待生死这件事有什么样的差别，有什么样的差别。你比如说我们讨论佛教，佛教讲的佛教的最高境界叫涅槃。那涅槃和我们说一个人死了是不是一回事我们很多时候把一个高僧大德去世就叫做涅槃了这事儿是不是很严格，是不是很严格涅槃这个话题能不能和上天堂放在一起讨论那么这要从生命观上去剖析的话就会异常清楚那么人类的对生死这个看法呢是差别非常巨大的在我们目前中国大陆这个地方经过了数十年的共产主义实践这个失败的实践是吧，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的这个实践，同时呢还有就是唯物主义这种生命观呢，说实际上人只有这一辈子死了就没有了，那死的时候呢随着肉体的消亡肉体消亡了对吧，就什么都没有了。这种生命观呢，一是说生命观呢，多说几个多说一点，就是我们现在看到为什么在这个国家民族遇到重大的转型期的时候，中国站出来挺身而出的人那么少。在有风险的事情上，比如像在支持香港是吧香港人在干什么呀在争取自己的自由嘛，争取自己的权利嘛，对吧？我们看到的都是一些大部分的中国人要么是冷漠对吧，要么就是为这个专制独裁在说话从比例上讲，我们扎堆在一起的战友们我们可能看到的是支持香港支持中国民主化，支持新疆的老百姓为自己的宗教信仰民族的自由是不是去努力在战斗的这些人，我们叫战友嘛是不是可是你如果放眼中国十几亿人口我们可以讲一句不客气的话中国十几亿人口有十亿是傻子是闭上眼睛或者有意的把眼睛盖住，把耳朵堵住，把嘴巴闭上不去关注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这个长远的利益的问题，也不会去关注他人不关注他人的利益。这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我们大陆官方统计在全世界上有这么多宗教信仰的人群，那么同样还有不信教的，那么不信宗教的没有信仰的人的比例在中国大陆成年人里面高达70%-80%，高达70%-80%他们没有宗教信仰没有宗教信仰呢也不是什么都不信，信什么？信利益，信钱。也就是说在一世说生命观之下，一世说生命观的人呢，他认为人活着就是短短几十年也许通过器官移植是吧，通过不断的换血那可以让这个生命延长，但是他终究是有限的你就活到100多岁对吧，也就是短短的这100多年。一般人平均寿命我们就是70-80岁，在中国古的时候更短。那么这短短的几十年呢，随着这个肉体的消亡这一辈子什么都没剩。这就叫一世说生命观。这种生命观只是在最近的这几十年唯物主义这种思想盛行的情况下，中国老百姓
啊，中国老百姓大部分人都是信的是这事儿。那么仪式说的特点，信仰仪式说认为，因为生命非常短暂，有的人说，那仪式说人死如灯灭了，那么他不怕死啊。可是我们看到中国大陆，中国大陆过度医疗的现象也是很严重的啊。虽然我们说中国大陆呢在医疗制度上啊有很大的问题，因为大部分的医疗的费用都是给了极少数的特权阶层了，老百姓是没有什么医疗的，但是在花得起钱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为了治病是倾家荡产的。一方面固然有医药费用很高，是吧，啊，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方面，中国人相当的贪生怕死，仪式说生命观典型的贪生怕死啊，为了能多活一天啊，为了能多续一秒是不择手段的啊，伤天害理啊，器官的活摘啊，换器官等等的事情无所不用其极。原因是什么？贪生怕死嘛。啊，仪式说生命观认为生命很短，因此活着的时候就尽量享受。那怎么样尽量享受呢？那只要是有钱赚，什么事都可以干。所以在过去的这些年里面，我们看到强拆我们看到连给婴儿吃的奶粉都作假药作假，对吧，环境的污染简直是为了钱不择手段，什么钱都敢挣，赚钱是没有底线的我们说到西方的时候老讲西方是资本主义，你别忘了在资本主义里边还有一个制约资本主义的，就是信仰不是什么钱都赚的，有些钱是不赚的比如像做人类的胚胎和这个动物，对吧，或者基因改造这些事儿上，西方是受到西方的科学家们是受到很强大的保守势力我们知道就是宗教的力量这些势力的制约的。如果从技术上讲，对吧，如果做人的基因改造或者是人和动物之间的基因的这个编辑的话那最有资格做的不是中国人不是中国人，这些技术在海外的话早不是什么难的技术。为什么没有做？是因为有宗教的制约，有些事情是不能做的有些钱是不能赚的，因为他们有畏惧。但是在仪式说生命观，在唯物主义盛行的地方道德的滑坡社会的整体的崩溃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仪式说生命观占比太大了70-80%的人只相信人死了就完了。那么相信人死了就完了，第一，活着的时候极尽所能的去享乐因为活着短短几十年啊，这几十年不抓紧的话就死了就没了因此怎么样，那么全世界的最好的红酒，对吧，中国人喝光了所以这个国家和民族是会有报应的为什么？因为无底线，也没有底线。那么为什么没底线呢？共产主义的这个宣传里面也讲要五讲四美三热爱的嘛，是吧，也讲要学雷锋嘛，也讲要做好事嘛，但是为什么这些话在这些仪式说生命观的人在这儿他就听不进去，或者是根本就不做呢？是因为如果一个人相信的是人活着死了什么都没有了，那么他心底里一定会这样问，说我活着的时候做好事，死的时候我烧完了也是一把骨灰，对吧，我做坏事烧完了也是一把骨灰，无论我做好事还是做坏事，他对我死后，对我死了都没有任何的影响，我为什么非要做好事呢？也就是这个道德在他看来是没有什么实际的用途的，没有办法跟他的利益连接到一起我们知道人是理性人嘛，人都是基于理性来考虑自己的行为的。对我们来说，我们实现中国的民主，我们相信的是，比如说对我来说是佛教徒，我是佛教徒，那么我为一切的众生喝淡众生的苦淡，对我是有好处的。对我的好处是什么用佛教的话来讲呢，就是利益一切众生，我发了菩提心了我行菩萨行了，我就可以更快的从这个梦之中醒过来
啊，这个话题我们慢慢后面是说。这是佛教徒的这个信仰。那么你如果是信婆罗门教的，现在叫印度教，如果你是信印度教的人，那么你再看看印度，印度是民主国家，老百姓也有很多穷人，同样也有很多富人，这些富人在做很多慈善工作，他做大量的布施施舍，那么他心中想的就是，我做了这样的一些施舍之后呢，我这辈子少吃点少喝点少玩点少乐点，我把我的钱捐出去了，我会来世得好报的。他相信来世吗？他是36道轮回的生命观。佛教徒讲的是觉醒的问题，对吧？讲的是涅槃的问题。那么36道轮回的生命观，印度教如果做好事呢，讲的是什么？讲的是下辈子得好报的问题。那如果是相信一神教的人，信上帝的人呢，哦，我信了上帝，我做了好事，我将来怎么样啊？上帝他老人家让我去天堂吗？所以对于有宗教信仰的人，相信人死了没完的人，我们现世的善恶业并不随着我们的生命的终结就彻底结束了，他总要有某一种方式在来世他要报回来。可是唯独对于一世说生命观的人来说，他相信生命在未来的某一个时刻不是说眼前马上就断，而是说在未来也许几十年之后，生命会有一个什么彻底的终结。这个终结是什么？这个终结是随着肉体的消亡，什么都没有了，精神灵魂善恶的后果通通没有了。如果是这样的一种生命观，那么他心中做善事做恶事，对吧，是没有区别的。那么他当下的行为一定是道德无底线，他为什么要设置底线？没有任何意义如果相信一世说生命观还有道德的人，只会被其他的一世说生命观的所谓的聪明人嘲笑为傻子。你看你，对吧，你干这好事有什么意义呢？你死了都一样啊，你干嘛不学学我呀，对吧？我练练地沟油，你看是吧，哎，我生产点毒奶粉，我发财致富了，我发了财之后我就可以会所嫩模了对吧所以当下道德无底线，这是中国的现状啊。所以各位喜马拉雅的战友喜马拉雅的战友们，我为什么要从这个话题切入，就是我们既然是都是为中国的长治久安，乃至是为了世界的长久的和平，让人类相互宽容能够和谐的共处，对吧？我们在承认不同信仰的差异的情况下，我们能够和平的共处，我们不能说要把异教徒都消灭掉，对吧？不能再打什么宗教战争的，也不能拿着宗教的名义去搞恐怖主义，对吧那么我们一定要宽容，我们就要理解不同的文明。那么现在对我们这个地球，对我们这个世界上威胁最大的是一世说生命观，这是一种恶魔的生命观这是一种叫做斗争哲学，一种叫做摧毁世界，一种闹革命的生命观。实际上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么大规模的，在一个地区有这么高比例的人信仰一世说生命观在过去历史上没有出现过的所以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在中国大陆上是处在思想上的黑暗时期我们说的黑暗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一个人内心中没有敬畏，没有信仰，那么他道德，他的当下的行为一定是无底线的。第一，你无论用什么样的道德说教，你没有办法让他相信他所做的善事是吧，对他的生命有什么好处，你说服不了他，他自己也不信。所以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台上的那些干部在讲着所有的为人民服务，这通通是谎言。原因是什么？因为他心里根本没有任何信仰，他相信的是一世说生命观，相信的是人死如灯灭。因此他们除了去想尽各种办法贪赃枉法想尽一切能为自己谋利益的方式这是对于当官的来说的，对于执政者来说的。那对于普通的我们说这些这个经营社会经营商界经营来说，那么为了赚钱无底线的事情就太多了有互联网，拿着互联网的技术，拿着人工智能的技术去做人脸识别，
对吧？去强化这个，去用监控的方法去对付老百姓，而没有拿这个，技术来为人类去谋福利的。十几亿人是处在监控，无时无刻不在的监控之下的呀。这个监控谁干的？这个监控不就是这些精英们在干的吗？这些精英为什么要干？为什么不干一些更好的事情啊？啊，百度为什么搞了那么多假广告在上面去赚钱啊？原因是什么？因为他们内心没有信仰。哦，所以我们，各位喜马拉雅的战士们，啊，各位喜马拉雅的战士们，我认为中国未来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战场，啊，就是怎么让我们中国人啊，十几亿人，有百分之七八是没有信仰的人，对吧？心中能够有信仰，有光明，啊，有信仰，我们就有所制约，啊，当然了，有信仰也并不是说啊，我们要利用人性中的这个善的一面，说有信仰好，什么都好了，不是的，啊，有一句话我特别欣赏，啊，说在巨大的利益面前，人的自律等于零，一个再有信仰的人，对吧？有巨大的利益，那么他的道德自律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啊，这种情况太典型了啊！比如说，谷歌一直讲自己叫不作恶，可是实际上谷歌也有秘密的和中共和中国的技术合作吧？只是后来被人揭露出来、揭发出来，他后来停掉了，清廷净化，是不是？啊，还有像美国的某些政客，对吧？你说他不信宗教吗？他肯定还是有信仰的。可是，在中共的蓝金黄面前，在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怎么样？丧失自己的信仰。跟中共进行合作的太多了，太多了，所以我们说，仅仅靠宗教是不够的，我们一定要三条腿，要三足才能立住，三条腿。那么，底线是社会要有法治，这就是为什么我和各位我们站在一起，要为中国人的争取真正实现法治，也就是现在郭文贵先生一直从他开始。站出来开始，我就敏锐的发现我说文贵要争取的就是一个法治问题一定首先要有法治，依法治理国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是我们人类找到的最好的不是那么坏哈，不能叫最好，是目前最好的一个相互监督和制约的可以让人性能有所规范的不会把人性的恶放大到极限的这样的一套制度，这叫法治制度等到我们讨论西方的亚伯拉罕这个一神教以基督教为代表的时候，我们来谈论一下，讨论一下为什么在这样的文明之下，它产生这样的一个政治制度这个话题我们放后面说，这个法治。其次就是宗教宗教。有了法治，我们解决不了生死问题，生死问题只有靠宗教解决。那么第三点就是基于宗教信仰的道德一个人的道德如果不能和他的利益联系到一起，这种道德说教是空洞的，是虚伪的。干好事必须得对我们自己有好处，这个好处只不过不是现实利益，不是我们眼前看得见摸得着的。举例子说，对佛教徒来说行善法佛教徒做一切的善事是回向给无上正等菩提的，是回向给成佛的，对吧我现在站出来支持中国的民主化那么我要把这个这件事儿看作是梦中的修行是朝向涅槃和解脱的。那么对于相信六道轮回相信六道轮回的人来说呢，那么做善事是来生得好报那么对于相信死后有上帝审判的这样的人来说呢，你做善事怎么样啊，是可以升天堂的对我们人来说如果没有利益你还标榜它是一种道德的行为，实际上是没有办法说服人的，你自己也不会相信这就是我对我们要讨论的生命观这个话题的一个切入点各位战友我为什么要从这里切入就是我们不但要去和共产主义的
这个政治制度进行斗争，我们还要和他的邪恶的生命观啊，这种生命观，仪式说生命观呢，是魔鬼的生命观啊，它带来的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道德的滑坡、社会的崩溃啊，它侵蚀人心啊，它让人作恶无底线啊，为了利益啊，没有任何的制约啊，所以这是一个开场白。如果大家觉得我讲的还可以啊，喜欢听我这样的一种方式，跟大家聊聊天啊，跟大家聊聊天的话呢，我后面会继续啊，顺着这样的一个路子，我们慢慢的啊来讨论啊什么是真正的佛教的精神啊。好的，那么今天呢是一个开场白啊，谢谢大家。